来当兵，当几条？哦，没问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仔日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阿良。最近天气老是会热啊，今仔日嘉义地区的高温是到33至37度。中心的好朋友阿良，今仔的天气作为观众，小心卖着山。在打拼赚钱的时阵，莫叫破产。好啦，我今日来自嘉义左右宝贝所点的歌，暗暝话。我后个月才做收就好。好啦，妹妹谢谢啦。啊，林刚阿姨搁较食你食鸡肉饭，好无？好，无要客气啊。好啦，好啦。啊，我搁有货要送我。好好好，好，拜拜，小心啦，好啦，拜拜。我知道了，今仔日生意袂歹，够通带恁阿娘无辛苦啊，对无？啊，妈，好累啊！阿妈，这些卖不完的东西要怎么办呢？今天初一记得拜拜哦。好。世界有好多不容易。到底花了多少力气，多少力气？啊！不要欺负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欺负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欺负我，不要打我，大家过来帮帮忙，这里有人在打架。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欺负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。两个白痴都被我骗走了啦。那个男的送她一束花，可是他坐了别人的车子回家。真的假的？哦耶，小戴又赢了，他是我心中的第一名。是我的。中午吃什么？不知道。鸡肉饭啊，还有别的选项吗？雨霞，今天要交的报告你写了吗？写了吗？写了吗？急吗？有啊，那个还没，不要爆雷。那对情侣听说分手了，女的很伤心哎。那男生好渣，男生好渣，那女生活该，女生活该，他真的很帅。有女朋友吗？是我的天才。他说那碗鸡肉饭是不是我们卤的那家？差点心脏病犯，最后一句真的太帅。
住，不是已经打中了，全部玩下课两分钟。廷俊，这个作曲家的年份好像写错了。普契尼是1858年出生，不是1885年。Very good。我们今天要来讲普契尼他的作品，他的作品有什么呢？包含贾尼斯基基的《亲爱的爸爸》，你们爸爸都很好，对不对？我的爸爸也是。还有《杜兰朵公主》里面的《公主彻夜》。迎面而来的男孩是那么。自带聚光灯，令人离不开眼。一举一动都像个表演，只要他一出现，你的心就没有选择权。篮球上他一出手，没有人是他对手。最后的三分球简直不要太火，汗水从他脸庞划过，画面太美，就像个马狗。常会跳，还有什么不上手？粉丝后援会可以拍卖几栋楼，到处都在颂扬他的传说，却像那只狗狗的抵挡不了的魅力无穷。平均公主彻夜未眠，你是否有听过？没有人比她更适合高唱并脆弱。女孩为之疯狂，争先恐后抢当她的花朵。想要超越她的优秀，就像蚂蚁爬上高楼。玉祥，玉祥，下课了，不走吗？要啊。你先走好了，我整理一下东西。好，那礼拜六的讨论报告要记得哦。好，拜拜。走了，打球啦。走了。廷俊，你等一下有没有要去Seven啊？哦，我没有，我等一下去。那你帮我买一个玉饭团，还有罐麦香。可是我等。我要肉松口味的，然后你帮我拿吸管。你要被别人抢走。你三小走了啦。所以是吸管哪里？那，你先拿去，先去买点吃的。叫大，叫大！耶！我是大法师，来冰冻术！耶！嗨，玉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要喝什么？我帮你拿。麦香。嗯。来，给你。拜拜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打到我喽。哎，滚吧。诗婷吗？好巧哦，诗婷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来这里买猫罐头啊。啊，你要去哪里？要不要我顺路带你去？可是你不是跟他们一起来的吗？没有啦，我自己来的。走啊。没关系啊，我顺路载你去。我等一下还有事。真的吗？好吧，那下次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明天见。等等，诗婷，其实我是想说，
下礼拜我的音乐会你应该会来吧？不然结束之后一起去吃个饭啊。刚看到他还在这边，他好像饿了很久哎。来看看这个他会不会吃。希望这招有用。他在吃耶，好可爱哦！看来他真的饿了很久。对啊。天空不。晴朗，总有乌云遮住阳光。虽然生命的过程不一定如我们所想，却能替我们抵挡所有风霜。好像快要下雨哎，对，怎么办？我们带他回家好了。啊！爱像清晨静谧的时光。所以牛展耀到底跟你什么关系？他怎么会突然说要载你啊？就可能刚好顺。哎，但他真的超帅的，尤其他笑起来的时候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对吧？那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是不是想追你？没有啦。没有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啦。还是你们觉得他真的有喜欢我吗？当然有啊！你看他都约你吃晚餐了，我觉得、这件事情一定不单纯的。是他。他穿什么？我看。哎，等等，先不要点开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点。明天7点，我去载你。说好。好。哎、欸，快点快点，赶快吃面啦！你多吃一点。哎、欸，这辣椒有点咸。
美，来坐这边。这里有菜单，等待柜台点餐。OK， 谢谢。没关系，这个我坚持。他们在一起了。我是一只小小的烛火，在黑暗中奋力闪烁，将自己一层层剥落，只想照亮别人后的寂寞。是谁的错，是被自己困住不愿意放手，忘了主角的名字，始终不是我，却只能微笑。
中独自流落。喂，我到了。喂，芝婷，对不起啦，我哥刚跟我说他确诊欸，我怕要是我也有病毒会传染给你，所以最近先不要见面好了。好，那你哥哥还好吗？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啊？哦，我吗？哦，没事啊，我很好。好了，你没事就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只是几天见不到而已，没关系啊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先这样，过几天再去找你。好，拜拜。我可以坐这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你怎么自己在这里吃饭啊？我平常都自己吃啊。那你怎么也一个人？哦，我今天本来是要跟展佑一起吃，结果他就不方便啦、啊。我还是想这多出来一个怎么办？我就看到你哎。哦，我是可以帮忙吃啊，但是好了，我还怕吃不完。不是，因为我真的点蛮多的。不会，你是男生，怎么吃不完？哎，你们的餐点来了，谢谢。你是真的很饿哦。对。那我们赶快开始吃吧。我们家之前养一只狗啊，它心机超重的。超重。对，心机超重，它就会故意把碗站在旁边啊，然后就咬那个玩具。你知道它直接在我床上尿尿、欸，哎，超白痴，对不对？那种大大黄色的那种狗叫。拉布拉多，对，你明明就很清楚。没有，我是说，就是他们在散步的时候，口水都会这样滴到地上，一直滴，一直滴，一直滴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是话很少的人哎，这样你会不会觉得我话很多啊？不会啊，我蛮喜欢听你说话的。吃饭，吃饭。这个礼拜作业写了，没有，太难了。应该我会来吧，没关系啊。这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慈婷在忙吗？我们的电脑好像拿错了。真的耶，那明天去学校的时候再换回来好吗？没问题。你今天讲义第48页那首曲子吗？我想了很久都分析不出来。哦，
这个就是你试试看把这个和弦分解开来，它就会变成第一个主题的动机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么久没看到你，当然是想你就来啦。吓死我了！啊，你干嘛？看到我难道不开心吗？没有啦，我刚结束上礼拜的排练，就有点累啊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？这样玩弄别人感情还好。好啦，过来啦。我看到你。我当然开心啊。哦，你这很讨厌哎，别人就很久没看到你了嘛。啊，你上礼拜都跟韩寒他们吃饭了？嗯，对啊。有时候玉祥也会一起。他虽然看起来呆呆的，但他其实很聪明也很细心哎。哦，是吗？那个书呆子哦，我还以为他不会讲话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上次啊，我裙子不小心被勾破了，他直接从包包里面拿针线出来帮我缝哎。你看，他缝了一个笑脸，很可爱吧？他是有点害羞啦，但他人其实真的很好。哦，可能吧。三要去开会，你妈应该会去看你吧。儿子啊，公司有事走不开，好好跟你爸吃个饭啊。还是我们要一起合照？好啊，一起拍啊。来哦，下一个，一二三。嗨，廷君。Hello。哎，等一下音乐会后要去哪里啊？我有点饿哎，可能去这个冰旋风吧。那等一下，那玉祥那不是林雪妈妈妈，祥祥啊，应该是陈玉祥的妈妈啦。哎，这个我自己种的芭乐啦。妈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一颗，来啦，赶紧贴啦。妈妈妈妈，你怎么来了啦？祥祥啊，刚刚打你手机怎么都没在接哎。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我说妈，音乐厅里面不能吃东西的。啊，哪有关系？不是都演完了吗？不行。哎，好。哎，廷君呐，啊，好久不见呢，怎么变那么漂亮啊？哎，同学，那个想想哦，在家小提琴都没有在练习呢。打小报告。打掉。哎，那是大提琴了。哎，钢琴哦。妈，你要干嘛啦？妈，你要去哪里？那边不能上去。妈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妈妈，这很丢脸啦。比切路，比切路。你妈妈也太可爱了吧？没有了，她就是这样子。
恭喜呀、啊！赞哦赞哦，是阿姨自己种的芭乐啦。哦，谢谢、给你啦，加油啊！哦。妈，不用了啦！哎呀，拿着啦！啊，好好读书哦，好好练琴呐！啊，婷君给我们想想看着哦。谁能告诉我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的笑脸终究不属于自己，你的期许是我的奖品，我却越活越违心。我小心翼翼，战战兢兢，才换来你说我像晴天的阳光，闪耀的让你睁不开眼睛，我却羡慕他像在夜里的月亮，用最适合的温度在你身旁，不用虚假和伪装，为了讨谁欢心？婷，你还好吗？身体怎么样？我没事、啊。接电话吗？嗯，他最近演出比较多，比较没有时间陪我。他真的像什么男朋友啦？你都确诊了，他还这样爱你？要是我的话，早就尽量跟他分手了。我没事啦，谢谢你们还帮我外送晚餐过来。这是一定要的、啊，晚餐你趁热吃，我先放在这里哦。好，那你们赶快回去，不要待太久。被我病毒传染就不好了。好，你要记得多喝水，多休息。有什么事情再跟我们说哦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怎样揍他？他们说什么会觉得他帅啊？对啊，展佑，我打了几通电话给你都没接，你还在忙吗？慈婷，身体还好吗？我准备了这几天的上课笔记，改天拿给你。慈婷，我这里有要给你上课的笔记。慈婷，慈婷，我是说那个笔记本要给你，我要给你的。展佑，你在这边了。我打了很多电话给你都没有接，你没有注意到？那还是我们要不要去吃饭？我不饿。你怎么了？你不要这样嘛。
我们分手吧。你要跟我分手吗？我哪里不好，你跟我讲，我都可以改啊。我们分手吧。展佑，我们不是还有音乐会吗？我们先走吧，好不好？你不是怕他很久吗？给你啊。最厉害，就你最厉害。什么都会就很了不起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懂，什么事情都可以管一样。为什么这样对待他？这样玩弄别人感情很好玩吗？你以为我什么都有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。像我这种不起眼的人，不管做多少努力都没有人会看见。你跟我就不懂这种感觉。谁的期待，也不在乎谁的崇拜，什么人若精彩天自安排，没有人能懂我的无奈。我想要谁的青睐，也向往谁的依赖，明白花若盛开蝴蝶自来，期待谁能为我喝彩。我多想成为你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。若能转动生命的排序，你是我想成为的自己。我多想成为你，多希望可以实现奇迹。若能改变生命的路径，我多希望成为的自己。
干！什么？我是不是还做梦啊？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这里是哪里？嗯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到底对我做什么？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了？我哪知道啊，睡前后就变这样子了。那怎么办？哦，我真是要疯了。先回我房间。哪一间？前面左转第二栋。给我抬头挺胸，不要被别人发现。走开啦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哪知道啊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？还是我现在立刻去医院？医院？怎么说？说我们灵魂交换了吗？还是我们去找仙姑？仙姑？这也太不科学了吧！啊，反正我现在变成这样也不科学啊。嗯？怎么办？试了那么多方法还是不行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方法？什么意思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走。所有方法都试过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我们必须扮演彼此。啊！天哪！现在几点了？4点，完了！我跟廷君约3点要做报告，你跟我一起去。不要，我凭什么要去？你现在是我的身体，你当然要跟我一起去啊！不要，我很累了。好啊，那我来体验一下有钱人的生活啊！靠妈的，好了，我去了，还我。哎，等一下，穿这样就想出门，衣服很臭。换上。哦。你们怎么会一起出现？没有啦，我们刚刚在门口遇到的。不管了，我们来讨论报告吧。哦，你们讨论，我去旁边。我刚才想了一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有这个我看不太……我自己看了、啊，不给我拿起来查。哦，我说我看人家报告，所以这出。浮士德的天铁三角，就是男主角浮士德为了爱情跟魔鬼交换了灵魂，最后回到青春的样子的故事。他们也交换灵魂，那最后有换回来吗？好像，没有哎、欸。给你们整笑。我觉得我先回去再查一下资料。下次还捣棍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刘展佑，玉祥他今天不太舒服，廷君，我们下次再讨论。展佑，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、啊？
待不下去，这浪费我时间。不，都是干嘛？对，安怎啊？支持的甘哥哥，你妈别老来跟你拍啦！他们现在在哪里？停车场遐。靠，要来不及啊！赶紧去找。啊，不是。那他是谁啊？就是一上个礼拜甩掉那个琪琪啊。琪琪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把水靠黑狗跟白猴，赶紧给起来。快去！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讲，双手插口袋，三七步，等我。很好，他们要来了。是你哦，烦恼琪琪伤心难过了。啊，我今仔日无给你一条教训哦，恁爸就对你死啦，甲酒啦咧。妈的，想动我连门都没有。啊，两个鬼啊！快憋气就好了。能用什么形容词为我的措手不及来解释、哦、用什么方式靠近你最合适，你的微笑让人不能忽视，我还在思考该怎么掩饰你在我心中特别的位置，每一次遇见都想靠近了一点，不停的测验到底是不是错觉，怎么样才能交换彼此的了解，好让说不出口的话能被你听见，期待呢
下次有机会吧。一天不再只是抱歉，没有办法。拜托啦，那我怎么会来？让想念只能偷偷留在心里面。他上课也就不要上课了。让想念只能偷偷留在。哎，等下 Seven 帮我买一下鱼饭好不好？心里面。唉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变回来。对啊，这段时间真的发生很多事。想当初我真的很想变成你，结果居然成真了。其实我觉得你蛮有态度的，很有潜力。老天真的开了我们一个好大的玩笑。成为你，我才知道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你也有你的伤痛。在这只在意表象的世界里，我也是成为你才懂得被忽略的痛苦。还是做自己最好，或许这就是上帝要给我的考验吧。陈总，跟您报告今天的行程。您今天早上10点跟企划部门有一场会议，接着中午跟王董的饭局，我已帮您预约在大皇冠酒店。下午2点与盛凯生技公司有合作会议要签约。另外是张董刚回国的千金 Tiffany， 两位今晚将一起在您的私人别墅共进晚餐。帮我把今天的行程延到下个礼拜。可是陈总，您的行程就这样，我今天不进公司了。
世界有好多不容易，到底花了多少力气，多少力气。为别人的期待，你花多少力气？东拼西凑，思不上有何意义？我的天，镜子里是我，是他，是你，兜兜转转之后，是不是才认得清？世界有好多不容易，镜子里的你还不是你。同款的衬衫，摆着同样的表情，只问你一句，到底花了多少力气，多少力气。 Everybody 放轻松，做自己，不用隐藏，别再演戏，只管只要做自己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放轻松，做自己，不用隐藏，别再演戏，只管只要做自己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